中轴线嘛，中轴线生意也成功了。反正我离中轴线，中轴线也在好像更多的一些建设了。对，您觉得说，这种生意的成功，对于作为您是一个老北京人，对您有哪些影响吗？现在我看胡同中也在改造，也有很多的北京人可能离开的，有搬走的，就对于像老北京人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好的影响啊？或者您的希望是什么？这申遗啊是成功的，咱们承认这个。它像乡镇就是整个街巷，它美化街巷，北京文化它也留下保留，它像我们这破房子也保留。申遗这玩意儿要保留着的，像我们这儿要让我们走，属于腾退，是吗？属于腾退了。腾退。稍微远点吧。五环六环吧，稍微远点。我们去就是因为那点儿要给的地儿啊，要说这儿住估计够呛。这儿住。这儿住留估计够呛，你怎么留？你说你这是还是原封原盖？人家全都得走，不是我一个人，谁自己啊？什么条件？什么事儿？什么理由？知道？那肯定得走啊！这那边给我10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我还住16米的房子。我赞成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个人，我不管别人啊，我希望我个人我希望快，很快的能走就走吧，改善一下，改善。为什么咱岁数大了，一年比一年大了？也是。是不是？希望这中轴线生意做成功了，哎，能改善一下，给我们老百姓改善。改善一个改善完之后，我远点就远点。我说我个人，我的想法就是，赶紧快点，别让我这事儿再。是，你怎么呢？这点本身那么地儿又小的我，咱怎么待着？你看现在国家也是。这生意下来，你看全是文化，反正越搬越走。你远，咱说远你也得走啊，走啊，你抓紧点啊！我着急就着急在那，你我着急，我肯定我说我走，是不是？您抓紧点儿，根本。其实就盼着什么，申遗成功了，给老百姓最大的一个实惠的东西。对啊，对，借这东风，然后咱们受益是老百姓受益。其实老百姓最简单了，老百姓最。最容易知足。对，中国的老百姓其实说最善良的、最好的，真的，一个中国的老百姓，一个北京老百姓，你说所有条件好了，肯定谁不得放环境呢？比如说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你肯定有原因不走的。对吗？咱这分析，不走有不走的原因的问题，历史问题还是怎么着？是不是？这家庭问题，都有这个问题，等着吧。好，等着吧，等着能这个进程能更快一点。好。